呢一只巨型虾可以勾虾头，哇，真系大呢只。我攞上牛机系咪啊？牛机啊！哇，好劲喎！新鲜运到，又系钓山虾嘅时候啦！而家养住，预备听日钓神光水。究竟有冇鱼咧？希望有啦！哇，好新鲜啊！我哋买咗十两，哇，十两都好多。通常翻到嚟之后都系咁嘅，但佢哋一阵间就会醒噶啦，凉紧冷气嘅啲虾。早晨。本来想钓爆光水嘅，但系个光已经爆咗啦。五点半已经天光晒啦。啱啱开始日出，希望可以把握到呢啲时间。全部都系饮品，应该六点钟可以开始钓鱼，争取时间。而家穿下光先，穿定先，等佢嚟。最重要的今日主角，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搵到火点先。哇，好活泼噶喎，都仲系，系啊，好下身，夹完都到晒地喎。只狗公啦，第一条都系冇流，暂时都系鱼毛，啱蓝啊！咁细嘅口食咁大只虾，我记得冇搞搞震。跳楼机，哇、哦！小轮，硬线房啊！哎呀，山蝦都好得雞好歡心，佢都好中意食山蝦。拜拜。斑嚟嘅，我懷疑。活絲斑。有。哇！大狗。石狗哥。嗰啲一啖就食咗你嘅。可以要啊。仲未揾到目標魚。最捧场的鱼，今日的支持者，好喜欢吃，又是你的，又转位啦。转咗位都系你，无处不在。而家大嗌啊！我冇电啊，啱啱想食早餐，总之收咗几手咯。咩嚟噶？捞机，捞机，捞机。呢度，等我帮你捞啊！系咪细轮啊？我攞长捞机系咪啊？呀得！哇，啲啊，有本事好惊啊！好，我
而家安心食早餐先。虽然我未钓到，但我都系食早餐。自家制蛋糕。快去啦，又中啦！咩嚟噶？火点？火槽啊！啊，目标鱼啊，劲啊，要重啲先得。真系有火槽啊！点解我只有鱼仔咬烂晒我啲脷咧？暂时又变翻石狗公。它其实养咗一晚都仲好新鲜，冇换过水。系啊，冰水好紧要。哇！晒只眼啦，冇晒只脚啦。由于太大风啦，阿女已经顶唔顺，虽然未转流，未等到佢转流，我哋就要转位，要去啲避风啲嘅位置。夏天钓鱼，虽然有时用山蝦系有惊喜，但夏天钓鱼又有西流皮啦，又大蛹啦，有时转位后第一发又钓翻山蝦先。诶，呢度未转流喎。点嚟噶？哇！我终于钓到啦！哇！食得好奸诈噶！直接再嚟。又系自家制，海上午餐时间。行翻埋啲先，被雨中哇！呢只狗本身就已经系有阳光，呢度黑色嘅雨带已经走咗。嘢喎，点解你又钓到嘅？有喎，真系有喎，厉害！好似大少少嘅，哇！哇！好大，清光啊！系啊，继续啦，正啊！鲑鱼，鲑鱼都食，鲑鱼。钓鲑鱼先可能，佢终于肯食嘢啦，因为而家又落雨啦，又有骤雨啊！肉桂、桂、花生、酱，一连大咗雨啊！又有月光，你睇下，已经几好天。即系呢啲天气真系，我系欧地火点啊！哇！吞咗啊！佢唔系生嘅，我攞两只脚咋？唔怪之头先咬四下，原来都系嚟噶。好少可净系食脚噶，佢哋。我而家超紧流嚟啦，只要啊嘛。紧流啦，所以我哋又转啦。鸡仔佢系佢啊，拜拜。九八三，哇！少啦，黑沙嚟嘅呢条，可以生脸啦，终于都冇晒。哇，咩嚟噶？
心诚石打工。仲有几只虾，搵多个位置玩一阵就翻啦。哇！喂，要唔要留机啊？是不是生蝦來的？吃了那個蝦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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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、yeah! yeah! 有所以打一打了。是啊，你走，你自己拿不拿到？小輪 OK OK 哇、又有小輪，好耐冇，好嘢，快上最後啲小輪，呢個係死蝦嘅食，睇好耐未見到佢啦，哇，啱曬屎啊呢啲啊，仲好豐富啊，成日喺度中魚嘅。哇，有火箭嘅！呢一只巨型虾可以勾虾头，拜拜！哇，点解你仲有噶？今日超额完成，都叫找到目标鱼。我哋又拜拜，哇，我开心啊，一日走仔。这个是火槽来的，红一点。这乌丝真的很大添。哇。试一下不用点小的。哇。果然很香鱼油味。这些肉呢是比较结实的。很实正。有少少弹牙。哇，都系啱啱熟咗，啱嚟骨咋，有啲血丝，好味。你见到仲唔舍得夹条乌丝斑条添？乌丝好明显唔同嘅，一夹开咧，啲肉系松软嘅，乌丝好滑啊。但如果讲嗰个味道咧，我又估唔到乌丝唔够条火点咁重味喎。条火点虽然实净啲，但系火点甜啲喎，竟然平时乌丝都好甜噶嘛，大火点仲甜，咁唔到乌丝斑系被火点比下去。哇，今日超丰富啊，好大块肉喎，食唔食得晒咧？我哋因为我哋今日系整咩咧？就会系整我最中意最中意嘅蚬肉意粉，真系超好味，再加鱼块切咗一块出嚟啦，真系好大块肉啊！
呢块心唔系特登剪嘅，系真系生成咁噶呢个柠檬叶。好耐冇食过蚬意粉啦，真系好好食。试下呢个先，呢个系牛油煎嘅牛屎。嗯，哇，好好味啊！真的吗？嗯，佢咧应该腌过啊，腌过啊，系啊，好啊，咸咸地咁好味啊，同埋呢个煎鱼扒咧，咪佢有牛油嘅香味，牛油煎鱼，嗯，好好味啊！佢食落去中间咧都系软绵绵，有弹性嘅，啲香唔蟹喎，哇，超正！加埋呢一个我最中意食嘅蚬肉意粉，自从我哋自己煮蚬肉意粉之后咧。基本上我出街已经不会再吃蚬肉意粉，因为自己整得我觉得真的一流，好好味，多啲蚬啊，嗯，是可以放多啲蚬，同埋真的好好味啊，哇，今次我讲了太多次好好味啊，真的好正啊，咁样我哋整个西餐都一流啊。